给大家演示一下玩德州扑克的出现设备。这是百事可乐的饮料，没发牌之前就可以知道哪一家最大。现在六个人玩，第一家最大。两对最大，你可以设置知道第一家谁最大，第二家谁最大，可以自己设置，牌随便洗，怎么洗都可以。第三家最大，同花。